你看看，出大事了！他人呢？啊？啊？他人呢？沈哥，沈哥，没事没事啊。 现在怎么办？沈哥，他谁啊？啊？我怎么看上去这么面熟啊？我朋友。哎哎哎，这位先生，现在底下全都是记者。 你打算往哪儿去啊？是，我们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 所以斯戴夫，你今天下午通告只能取消了。好，拜托了，拜托拜托。哎呀，喂，焕姐，给我解释。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已经什么招都没有了。你早干什么去了？焕姐，我求求你了，你看能不能帮忙？ 搞这么大乱子，你自己收场啊！好，我想办法，行不行？我想办法，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儿，什么都可以嘛，是不是？好，好，怎么办啊？我来。谁啊？ 谁啊？谁啊？沈哥，是我。滚！雅西姐，你的咖啡买来了。哎呀，这什么鬼啊？怎么了？怎么了？我说了，咖啡不要放糖加双倍奶，这是什么呀？这。 对不起，那我再去给你买一杯吧。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要在我眼前晃。我到底什么时候能走？你别说话，给我老实待着。经纪人太凶。你不要理他就行了。好啊。 你干嘛呢？你要什么？你告诉我。啊，牛排五分熟，配沙拉。红酒，哎，红酒不要了啊，要可乐。谢谢。好，我都记下了。我想到了。 想到什么了？将计就计。不关我的事。喂，焕姐，我想到了。 这份合同重新拟定过了，一次性付款，只不过总额会比之前少了些。没问题，感觉你很吃亏的样子。没办法，缺钱。<笑>我就喜欢你这诚实劲儿。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真的是香港富商林老板的儿子吗？是的。那你怎么认识他的呀？从小就认识呀。你没撒谎。既然被拍到了，那我就提一个要求，别太快分。 换你慢走啊！拜拜。别那么快分。我跟你说啊，我打算把他小子弄到北京来，贼抄一把。啊！哎，他长得那么像香港富二代，标题就应该这样写啊：香港富二代钟情女歌手蒋雅熙，媒体爱写，观众爱看。你觉得呢？ 啊，就这么定了啊！是，好，吵的一把，真是艳福不浅。臭娘们，东西呢？放开我，不在我这儿。去你大爷的，给我装了是不是？别那么逼，动手，装没用啊！啊！放开我！你谁呀？啊！哎哎哎，别多管闲事啊！今年还不装呢？不报警吗？ 坐，来吃吧。他自己惹的事儿，谁也管不了。问你话呢，东西呢？东西呢？他们给我打死他的。哎，听没听见？啊！别打了，这打报警了。 报警！我怕了，姑娘，我怕全身都发抖。要不要借手机给你啊，姑娘？拿着。打呀！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揍？哎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有话好好说啊，别打人。我今天就是要打他，怎么了？哎，兄弟，是，哥们儿，我知道大家办事的规矩不太一样。 今儿爷高兴，先不弄脏你这小院。不过，我们要的东西，明天再不交出来，后果自负。走。你没事吧？ 要不然就把我自己也搭进去了。你到底欠他们什么东西？你不用问了，你帮不了我。走，别管他，他就那样。 进来吗？可以啊。你真的不用去医院吗？没那么消息。我来帮你吧。
谢谢你啊！你要去哪儿？我得去上班了。老板，不管你变成什么鬼样子，只要你迟到一分钟，他就要给你扣工资的。 饭菜都凉了，我帮你热热吧。那个女孩喜欢你。啊。你刚才为什么不帮她？没有什么为什么不为什么的。她自己惹的事儿，我也帮不了她。 这一点都不像你，别补了，补不好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巴拉已经死了，你可以怀念，但你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吓我一跳！你睡这儿干嘛？哎，你回来了，我回去了。黑然，啊，那个供货又出问题了？没有，签完了。只是你那份钱，我要晚点才能给你。那小子又出什么事儿了？
我希望是最后一次。这次什么事儿啊？一言难尽。咱得去睡。行，那我回去。哎，那个，你不是那个等你半天吗？啊。 你是不是做梦了？没有。你骗人！你一定梦到我了。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刚才你都笑了，还流口水了。你休息一下，我去倒杯水给你。 不许动，陪我坐一会儿。夏耳朵，谢谢你。为什么突然谢我？ 谢谢你肯把你的未来交给我。你这么说，我会哭的。不过，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你。什么？以后我们就要很长时间的生活在一起了，我会越来越依赖你。如果 你敢离开我的话，我一定把你腿打断。小朋友，来北京也不跟我说一声。冲动不是罪，再说了，你去上海不也没跟我说一声吗？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行啊，学会顶嘴了。你干嘛？过去。我喜欢坐你旁边，这样我吃的多一些。胡说。 我发誓，我吃东西的时候，不能看着你吃。为什么？一看你我就饱了。张扬，你懂什么叫秀色可餐吗？尝一下。什么表情？这么难吃啊？ 是相当难吃，这是全北京最好吃的沙拉了。要真像你说的那样，那北京可真是一个丢人的城市。小朋友，你话不能乱说，小心一会儿有人把我们抓起来。抓起来才好呢，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嘴还真甜。你要喜欢，我可以继续说。那说说看。 行动永远比语言重要，难吃也得吃，吃，请。
这件衣服不错。这件衣服是我前几天刚从法国淘的货，只有这么一件。多少钱啊？1800。好贵啊！老板，我要了。好。穿上。来到大北京了，边北店穿的跟乡下柴火妞似的。 张漾，你现在啊，完全就是一副土豪暴发户的样子的，我给你拍下来。你听好了，我爱我老婆，李尔同学。不许吐，我爱我老婆李尔同学，记住了吗？ 不错，看上去满18岁了，这下我没有犯罪的感觉了。李小姐，采访你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心情？我长大了。哎，我问你啊，你觉得你现在男朋友怎么样？原来谈恋爱的感觉这么好。 说的你好像没有谈过恋爱似的。以前想嘛，在不懂爱的时候就爱了，在不懂恨的时候就恨了。那你现在懂了？这个，我得问你啊，你觉得我是一个合格的男朋友吗？还行吧。你放心跟着我吗？还行吧。 中文系的高材生能不能有点创意？我还在等你的甜言蜜语呢。跟着你，在哪里，做什么，都好。算你狠。张，快点。回来接我。别闹了，快点。 你会回来接我的。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男人的话总是对的，你明白吗？你是坏人。我是好人。 上帝作证，我为小耳朵感谢归正了。他们现在好红啊！还行吧。你现在后悔吗？ 后悔来不及了，你现在已经属于我这个乡下柴火妞了。小心！这个是你们的吗？之前房东不要留下来的。正好。怎么了？ 隔壁大爷正好垒了个菜园子，让我们去偷点。小朋友，怎么不学好啊？这不叫偷，叫偷偷的借。走。小心。我们种的不是花。 难道是寂寞？是梦想。梦想。
我把他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他。遵命。我的北漂生活要正式开始了，我们的爱情也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愿老天足够眷顾我们，给我们能够跨越的挑战和一个幸福的童话结局。喂，徐帅吗？有好事儿，雅喜让你过来一趟。我忙着呢。哎，你就过来一趟呗，我这儿好吃好喝的招待你。我上一次都好不容易才脱身，我可不想再给自己惹麻烦。他什么时候过来？他说他没空。啊？还真是给脸不要脸了。给钱的话应该会要吧？你什么意思啊？雅西姐，你让我去趟上海吧，我保证能把他带回来。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他能听你的话？你就让我去吧，我一定能够成功的。行，你去试试吧。这事儿要是成了，我给你加工资啊。真的？谢谢雅西姐。丽儿，你写作很有自己的风格，我个人很喜欢。欢迎你来我们公司实习，也希望你毕业以后啊能留在我们公司为我们工作。我们主编很爱才的，你就放心吧。谢谢主编。哎，对了，林，我上次跟你说那个夏季集的画家，你联系的怎么样了？我很喜欢他的画风，我想我们应该有很多机会合作的。他为人特别低调，我暂时还没有找到他的联系方式。我知道他在张扬的店里当过模特。太好了，那这样就得来全不费工夫了。是啊，走。你怎么来了？我姐，我想想这两款衣服。家里有客人，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没事。你好。你好啊，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我就是替米米送一下东西，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不好意思啊，辛苦你专门跑一趟。我们还有几件衣服的款式没有确定，然后张扬刚好路过，我们商量一下。不用和我解释，我浏览过你们的网店。赵先生，那你觉得怎么样？年轻人创业是好事，不过我有个建议，希望不要再用我们家吉吉做模特了，毕竟不符合他现在的身份。好，你们忙。对不起啊，我没想到他那么直接。啊，没关系，他说的对，你现在还愿意帮我做设计，我已经很感激你了。这个这两款选哪款？你是老板，你拿主意啊。这个行。嗨。哎，小绿，好久不见。怎么想我了？特别想。哎，你不是说准备回老家去了？对啊，准备过两天就回去了，所以正想要去找你告别呢。回去准备嫁人啊？还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要娶我。你这么贤惠，分分钟嫁掉。徐艺，嗯，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可是从来都没有一起跳过舞，我们一起跳支舞吧，好不好？
好，来吧。去哪儿啊？怎么又是你啊？怎么，你以为还完钱就没事了？那还有什么事？看呀，我脖子上的伤到现在还没好。冤有头，债有主，谁弄的你去找谁算账？你说的。喂，喂，这位大哥，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好好说嘛，别伤了和气。哎呀，小子，保护你的人还挺多嘛，啊？上次是一个大老爷们儿，现在是一个小姑娘。哎，说真的，我对你的性取向特别感兴趣，啊？你。你不要过来！小绿，小绿，小绿，走啊！小绿，走！小绿，血！帮我叫救护车！帮我叫救护车！小绿，帮我叫救护车呀！小绿，小绿，应该没事吧？徐我没事，不用担心我。请留步，跟我到这边把费用付一下。多少钱？先交10000押金。我现金不太够。刷卡也行，你是病人家属吗？不是。打电话通知病人家属。徐毅。你？我来刷卡吧。你明天一早跟我回北京。参加我们的新专辑发布会，以后也要一直一直支持我们哦！谢谢。那么以下呢是媒体联访时间啊，有问题的媒体呢，请上台来。夏欣，你的富二代男朋友今天来了吗？啊，听说对方是香港富商林永华的儿子，是真的吗？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啊，你们交往多久了呢？有结婚计划吗？啊，是这样的，我们从下个月开始，我们的全球巡演就要开始了，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支持我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聊专辑的事儿吧。你试试看啊，学学那个林公子，他背包的方式呢，一般都是单肩的。快试一试哦，还有这个墨镜呀、口罩啊什么的，你都要戴。哎呀，我不会演戏。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演一场能拿多少钱啊？虽然现在罗小刚是被抓了，但是你可不要忘了救你命的那个姑娘现在躺在上海医院里面生死未卜呢。有些事情用自尊去换就能解决，多简单。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自尊换来钱的。许帅，你算是运气好的了。嗯，试试看吧。不要拍成脸，明天上头条。再见。
说，今晚的事儿都搞定了。今天晚上你就让他开着车送你回来。哎，我跟你说，你让他开车小心点啊，车是我租的，很贵的，蹭了刮了他赔不起。我赔得起呀，有的就是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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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全世界都在好奇你跟他的恋情。明天新闻一出，所有的代言就都来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聪明啊？行行，代言什么呀？这护肤品啊？啊？是我自己呢，还是我们整个组合啊？这护肤品特别好用，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试了一下，哎，特别适合那小 V 脸，就需要紧致，紧致。你看，这次你先和夏明明一块代言啊，明年，明年我保证包在我身上。他们家除了这个还有别的系列呢，明年我全给你揽过来，全放你身上。那你就先搜过来再说吧。这可以干嘛？瘦脸啊？啊，这个位置，你的双下，你看看，真的好用。你不用给我，不是你送的我。小凡，待会儿我帮他看着点脚下啊，注意裙子。哦，知道了。没事儿。裙子长，摔倒了不才能抢头条吗？今天的重点不是看这儿，祖宗。知道啦。哎呦，小西姐，来，我扶你下去吧，慢点啊。车在后门。别忘了花。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是不是绯闻啊？难说。哎，你说像蒋雅琪这种人啊，他想红俩字儿都写在脸上的。看什么呢？哎，林姐，快过来看，有人拍到蒋雅琪绯闻男友的正面照了，长得还挺帅呢。哎，就这个。哎，耳朵，你看，这不是徐艺吗？爆料上还说了，他是一个香港的富商，特别的有钱，而且还特别的帅。想念是沙，飘过泪挥洒，也带我轻抚你的发。你的脸颊，我远远牵挂，它不曾被岁月淡化。想着你模样，让人黯然神伤。我离开你身旁，以为能梦一场，我的心自由就能变成流浪。在想我一生最漫长是离开你身旁，借根烟。
释放，借根烟将心痛都释放。